给我看，好不好看？嗯，好劲爆吧。解压嘛，解压，好多人喜欢看，网上面好多人喜欢看，我看了不习惯。那有的人喜欢看解压嘛，解压，解压，解压是解了，是的嘛，是的话，有的人感觉是的嘛，有的人喜欢看。你那凯迪了，那凯迪好大，你在外地也学了好多次了。啊，你在外地也修了好多次了吧？没有啊，一次都没修。没有，上次是你修了。那中间隔了两个月、两三个月了。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在喷药嘛。嗯，那还好，那没有继续发展，没有。中间我记得以前来修，好像比这还干燥，还开裂干燥多一点。这次的后光后头好一点。我天天喷药，那药不便宜，三四块钱一瓶。光喷的。云南的。嗯。可好看？看也腻吧。可劲爆，嗯，可劲爆，你看。那不疼吗？那好劲爆。你乖，刷一下又来一层。你乖，就高过一层啊，又来一层银耳。嗯，劲爆，乖，好劲爆。第一次很厚，第二次就。第二次剥一根。第二次是炸花。第一次是炸面条的。炸小面。嗯。哎呦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讲。